那么，对，我们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赛要打，决赛。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，拦住他！王啸天阶顶响。5-1，是不是给了你们一种胜券在握的错觉？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怪人，日月帝国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，圣戏要上演了。延长无敌金身的时效，硬挡下啸红尘的最强一击，再加上连十四个魂技的消耗，身体负荷太大了。戴先生，魂技，在其失重且防御薄弱的瞬间强攻，绝妙的时机。破灭杀，心机眷恋，人居然能变成金属液体，啸红尘对金属的控制能力堪称恐怖，甚至能瞬间实现躯体的金属凝形再融化。啸红尘脱逃，但雷电之域尚未解除，胜负的关键在只剩小桃姐以一敌五。包罗万象，接受失败吧。魂导炮台战法启动，浴火凤凰，凤凰穿云击。六级魂导器，金石攻球。凤凰爆裂击。我的强大超出你们的想象。几合一，黑凤凰虽然威力强大，但邪气也足够深重。
用再留手，我要让史莱克付出代价。是裁判，我们认输。我们还没输，我们还能继续战斗。学长冷静点，这是周老师定下的战术。抱歉。决赛第一轮，胜者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。有魂导器的辅助，日月战队的团体战斗力非常强，我们的胜率不超过三成。所以此场团战，我们不为赢，只为两个目的：第一，是在尽量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打击对方的有生力量；另一个，则是以试探方式吸引神秘的马如龙和红尘兄妹出手，了解他们的能力，从而压住后面的个人淘汰赛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我要回去。就结束了，没事，我还有三次。速进！速进！双方队员已经竭力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辱骂者严惩不贷。惩不贷。这就是你爱过的男人，他确实很强大，但你放心，我会很快成长，总有一天让他向你忏悔。楠楠，楠楠，放心，他伤势虽重，但无性命之忧。楠楠，个人赛，你第一个上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。个人淘汰赛第一场，史莱克学院徐三石对战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李烨。比赛开始。他的武魂离火通过魂道气的压缩和凝聚，威力更强。真取胜吗？李燕可不只是远程魂导师这么简单。战力非常强的火焰喷射魂导炮，等着救星你进入我的射程，一旦被我正面攻击，你不死也得变成残废。徐三石，
时，到此为止了。学长在离燕集聚最强火力前先释放了绝招，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个强大的天赋技能，或者说是血脉技能，只是三天内只能用一次。好一个许三世，真狠。不能违背给定的参赛名单顺序，下一个是陈安。怕什么？你下一个是我上，无论你这场输赢，我都会狠狠教训他们。日月战队第二名个人赛队员陈安对战史莱克战队徐三石，比赛开始。陈安，日月战队正选队员之一，团战没有上场是因为更擅长个人战，应该是个速度性昏倒师，恐怕徐三石进不了大师。你不动手的话，我就先动手了。玄冥智幻，自从他的玄冥盔甲盾进化为玄武盾后，所有魂器都变了，玄冥置换转化成了一定距离内可换位可传送。你上当了。不好，陈安是近体混道师。赢玄武降临，你这个技能无法连续使用。你要不要赌一下？我们史莱克可都是怪物。不是说三天内只能用一次吗？怎么？三世学长的战术安排很巧妙，第二战在上一战的基础上，三世学长先一招玄武置换进化魂技震慑陈安，让陈安没有胆量再赌玄武降临的真假。不敢赌就滚下去。有点霸气。史莱克学院徐三石获胜。史莱克共同训练徐三石。我的魂力耗尽了。陈安上当了。混蛋，还敢戏弄我们，你现在就要教训他。住手，你们干什么？他们有二打一，这是严重犯规。谁敢帮他？是谁？是玄老，
是他，他还活着。饕餮斗罗，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万年前，规则即是所有队员全力以赴，我们的队员没有做错，谁想破坏这规矩就冲老夫来。